那么它的障碍就在于没有积极性的习惯和社会刺激。另外，他没自信，他只有坏的自我想象，没有积极的自我想象。另外，他觉得思维好像是犯罪，因为一般呢，他觉得思维就是叛逆，所以他不会思维。这种人是好的，他不会思维，也不愿意思维，他是比较顺从的，顺从秩序，按时完成任务，干好工作，没有抱怨，也不愿意提供什么有限的建议，他很循规蹈矩，认为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也就是这种人呢，经常是按常规出牌的。那么实际上有很多人是不按常规出牌的，尤其搞创新思维的那些人，从来不按常规出牌。那么不按常规出牌的人呢，他是不按规则纪律办事的，他发明的东西往往不是要人家要你发明你才发明的。有很多人搞发明，不是别人要他发明他才发明的，他是本能有一种发明的冲动。有很多人要拿个博士学位，不是因为现在是必须写个博士学位他才去写的，那么有很多人完全是一种内在的冲动。所以呢，我们必须把那个思维习惯啊分成消极的理性思维和那个积极的理性思维，我们要培养的是积极的理性思维。还有呢，我们在进行积极理性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要防止被情感因素所干扰，因为情感因素就是中部大脑对你进行干扰。情感因素经常在你进行浅层次的思维的时候，让你得出结论，甚至下结论。这按在法律上就叫情大于法。对很多人啊，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人没能力的，但是他老缠着我，他要来读什么研究生，收吧收吧，我认识他这么熟了，不收嘛。这就是说你脑子还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你就把他在中部的情感，中部大脑就决定了，收进来是个麻烦，对吧？结果他3年不毕业，5年不毕业，10年不毕业，弄得你我都被拖累了很，都拖垮，那么才认为到自己是当时是不理智的。那么经常这样的情况也很多。那么这样情况，收个学生不收个学生还是小事，用在感情问题上就很糟糕了，对吧？有很多人啦，他那个在结婚的时候已经意味到是不能和那个人结婚的，但是因为邻居也知道了，双方父母也知道了，朋友也知道了，好像觉得我非和他结个婚不可。结了婚以后，我义务都尽到了，然后我们就考虑离婚问题了，对吧？结果呢，就以表面的那个道德掩盖了更多的不道德。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不再这样搞想了，觉得你该不结婚你就不要结婚了，而在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10年20年以前，中国那个作秀给社会看的那个情况太多了。等到大家的那个以道德面目出现以后，就以道德的情况掩盖了更多的不道德。这其实也是中层大脑思考。由于情感的干扰，在浅层次中断思考下结论，还有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的干扰。心理素质也是有时也是一种障碍。比方有的人害怕思维的心理，他很自卑；有些人呢是自我奖励的心理，他很自在；有些人是盲目乐观的心理，他很自尊。那么从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况来看呢，我们说呢，那个理性思维是需要新训练的。怎么训练呢？第一，要把消极的理性思维变成积极的理性思维；第二呢，要进入深层思考，产生意见，选择最佳方法；第三呢，我们要排除在底部和中部就马上下结论的习惯，我们最好能够做到顶部大脑来做结论。那么最后呢，我们要防止那个概念短路。概念短路就是说，还没想了就已经下结论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今天也想讲一讲，也是和那个创作有关的，创造性有关的。那么和创造性有关的呢，我要讲的，我已经讲过一些自己的发明了，比如我讲过心灵驻留时间啊，讲过论直觉啊。今天我要讲的是精度、广度、深度和强度的问题。
我们觉得一个作为一个主观的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呢，他就要具有人生的四度，一个叫精度，一个叫广度，一个叫深度，一个叫强度。那么精度呢，就是分类的细密化，同时各个部类互不混淆。比如我一个大脑，你不能说就一个大脑，我们刚根据我们刚才一分析就分出来什么底部的、中部的、上部的、左边的、右边的，这叫分类细密，同时各个部类呢绝不混淆，各个部类之中的子系统也清清楚楚，绝不混淆。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要走极端，东西一到了它的临界状态，就容易与其他的事情分开。一件作品一经走极端，个性就暴露无遗，使你很容易分辨。所以精度呢，也是和高峰体验有关的。一个事物经历了它的常态、异态、沸点、冰点，然后你才知道那是什么事物。也就是说，一滴水要做回液体、做回固体、做回气体，你才能够知道水之何以为水，否则你只能知道它的一部分。因为人是通过对全面的了解而走向精度的，也就是要你什么澄清沧海。那么等到你澄清沧海了以后呢，你的那个生命也就快速流动了，这就是精度。那么还有个概念呢，叫广度。广度也许要从它的抽象性和具体性来加以理解。人的生命当中，人性当中有一种广度呢，是取决于他的抽象能力和具体的描述能力。有些人很会综合，有些人不会综合。那么综合能力实际上和抽象能力和具体的描述能力都是相关的。没有具体描绘能力的人是没有感情的。有些人不会描绘，有些人会说故事。你们要谈朋友，首先就说你帮我讲讲故事好吗，你是这样测验他有没有感情，懂吗？很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感情是比较丰富的。不会具体描述的人，没有描述的人，他们很容易流于一般性的描绘，很空洞的描绘。这些人感情没有发展起来，不仅空洞无物，而且错误百出。这就是可以检验人的能力的。反之，没有高度抽象概括能力的人，也是不具备真正的人的感觉的，因为他抓不到重点，更加无法升华他的感情。没有概括能力的人呢，抽象能力，他没有悟性，也没灵感，只因为他没有把事物集中起来的能力。那样的人松松垮垮的来，松松垮垮的走，从来进入不到事物恰到好处的深部。既然不会集中，它就无法穿透那有层层花岗岩组成的地层，去听取那地底之下人类灵魂的呼唤声。换言之，那些人没根基。这个就是广度和精度。接下来我们谈深度。至于深度呢，与其说它有意境，不如说它能够进入事物的内质。有两种方式让你能够进入到事物的内部中去。一是纯洁的、亲切的东西，它散布爱，你看见它就深深感到不想和它分开，你由于喜欢它而去思考它。这样的作品呢，往往会在无意之中给你许多东西。如果你再去仔细发掘，你就知道它实际上也是用很严肃的态度创作出来的。它和你产生出领悟的共鸣，让你凭借着它进入深处。这是一种作品，很亲切的作品。另一种作品呢，是有哲理性的东西。有哲理性的作品呢，分析透彻，言辞恳切，让你思考终极问题。在世界上，哲人其实是不多的，否则像尼采、海德格这种人呢，为什么只能叫人仰慕，无法叫人模仿？独立性很强的作品，因其独立而引人注目，因为它的风格如此的显而易见，令人根本不可能去抄袭他们。你比如说莫扎特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巴赫的音乐，都是无法抄袭的，因为你只要听上一句，你就知道这是莫扎特在说话。也许你问啊，
有了深度的作品是不会会不会打动人，这却不是，因为与其说它是打动人，不如说它是刺痛你。对不习惯抽象思维的年轻来说，年轻人来说，他更不一定是被喜欢的对象。抽象哲理和抽象艺术对于那些成年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成年人看到的事情太多，他们总结的太少，他们乐意去看观点，因为他们因为感到缺乏精神的操练，很更渴望去接受新思想的锻炼。用来衡量最深度的方法，用来衡量深度的方法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看你能不能透过表层进入触及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根基中去。如果你能够进入到事物的根部，你就认识了作品，因为作品的生命力其实是隐藏在它的根基里的。根基孕育了花朵，可是世人呢只愿意看花朵，只爱看花朵。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个问题呢，叫做根基的问题。根基的问题也许可以进一步加以讨论。引起人震动的东西总是触及到人根本的东西，根基动摇了，人会惊讶、痛苦、震动和考虑到终极的爱。艺术品的生都是来自于对于生命的终极思考，它们因此就特别容易引起人的震动。美的花朵在春天的阳光下开放，但这只是一种结果，那是根用它的忍耐力精心培育出来的东西。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各部分所承担的重量是不同的，根就是承担重量最多的部分。比如说树枝，树上的花树，它那花朵枝叶其实都是一种结果，只要有根基在，就会有营养不断地给那些树条和花朵进行补充。更多更美的枝叶花朵是不承受重量的，它们只是美丽的广告，吸引阳光和蜜蜂来对自己进行光和反应，以便于恋爱生育。相反，如果根基被折断了，那么整棵树的生命就要终结。根呢是为了延续整体生命，它就不进行光合反应，它不结婚也不恋爱，正如那个天才画家达芬奇一样，对吧？那么这就是根。那么根又是什么呢？根是属于土壤还是属于它自己？它又是如何被安放的呢？只要你稍作思考，你就发现根不属于土壤，它属于它自己。根与土壤紧密相合，但不属于土壤。这也讲不清楚了啊，但是讲一个有趣的东西啊，讲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们就结束它。我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个性领悟和化入其境。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参考。就是说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啊，有这么一种说法，我们很希望张扬人的个性，我们很希望张扬人的个性，但是在真理面前呢，人又得放弃强，因为真理呢是不靠个性来张扬的。真理是一种客观的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也就是呢它不以强为转移的。当人脱离了个性所表现出来强的时候，他容易与真理相遇。这里有三个境界，一个是化如其人的时候，我们说画画和你画的人一样啊，化如其人的时候，我们只化与个性的统一。化如其境的时候，我们认为化开始与事理统一。还有一个化入其境的时候，那就是真理被置入于作品。那个时候人的因素需要退隐，这里有三个因素：一个化入其人，那么就是作家、画家和他的作品的统一；一个化入其境，
是那个话和某个境界相统一。第一个，第三个呢是化入其境，不是如化入其境。那个时候呢，它和真理进行统一。等到化入其境的时候，人的因素需要退隐。所以，一个艺术家在作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呢，那个真理是通过真理自己显现自己的。艺术家呢，因此要非常有个性，又要防止个性掩盖真理。有个性只是显示自己的风格，而更高的境界却是让真理自己来作画。艺术家在不思考如何表现个性的时候，他才真正进入了对于真理的领悟。绘画还有写作，无一不是对真理的领悟方式。个性无缘，但领悟有缘。个性是在想自己的事情，领悟呢，是在关照超越自己的东西。领悟因此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是一种超越自我而与真理统一的大精神。领悟和个性的区别，不仅是力和强的区别，也是强和真理的区别。那么领悟了的东西呢，就要用笔写下来，画下来。一幅有意境的画是作者对于真理领悟程度的展示。真理是一个太阳，它照射画家和观赏者，真理呢就射进了每个人的心中，因此成为沟通的桥梁。作品能否被欣赏，全系于此。那么作品的意境呢，其实并无法从个性的张扬那里来，它只是真理通过领悟力而产生的一种折射。这里要说的很重要，就是个性展开自己，领悟展开真理。个性要表现出与众不同，领悟要表现出自己的欢悦。个性要别人震惊于你的感染力中，领悟只不过邀请别人来分享你的快乐。那么当个性张扬的时候，作者必定是以为自己要高过读者的。领悟在分享快乐的时候，恨不得读者来成为自己的老师。所以个性其实是力的张扬，领悟却是疑惑和奥秘的破解。所以个性和领悟之间谁高谁低呢，那也是不言自明的啊。那么说了那么多的话以后呢，主要是时间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什么了。不能说什么呢，我最后读一段话送给大家啊。这段话叫做生命和星星，是我年轻时候写的，我觉得写的蛮好玩的啊。我说人充满劳记，就是劳动，人充满劳记的辛劳，意味着要去缔建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又是什么呢？当人向世界敞开的时候，人很像在兴起和败落之中被唤集。那么世界没有动，它也从不小心翼翼地去督促人的行为，它只考虑地和天的距离。人借着牢记去督促世界，但世界只是一颗心，心的神秘性在于它是一种可能性。人经此一问，根基就要发生动摇，但也从此被超越。思本来，思考的思，思本来想呵护人，但一被把握就知道与事无补，因为这不是面向一个单纯想象的框架。在存在的真理性中，生命的姿态变得轻重相继，于是呢，人只好这个样子向世界敞开。在那个，但世界却不把天命用尽，人因此空空如也，但仍独立而不殆。确立世界意志能确立自己，当人站进去的时候，人世界也就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位置，是不是？那么今天的课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